MOMO 亲子厨房，大家一起动手做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做大人小孩都最爱的双果乳酸菌冰棒。要准备的材料有：乳酸菌发酵乳60cc、香蕉两根、奇异果两颗、水。奇异果跟香蕉分别放在我们的果汁机里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加入乳酸菌发酵乳，大概是水果的1/5，再加一点水。先打10秒钟，再打10秒钟。那我们将果汁倒入冰棒盒里，现在可以拿到冰箱冰了。冰棒完成了，双果乳酸菌冰棒推荐给大家，自己做看看哦。萌萌亲子厨房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